这难度太高了，这难度应该是抖音一号了。赢不了，赢不了，说实话啊，虽然说我也很想要保时捷，说实话，但是赢不了。怎么可能能赢啊？小孩的赢小孩一个币像过年一样了，还赢两个币翻盘。别先告诉你不刷。小孩现在只用一只手拿，不存在啊。你希望小孩赢还是希望得保时捷？这两位选手我都比较欣赏的，谁赢了我都替他们高兴。你们希望谁赢？希望小孩赢的刷一个六，希望鸭王赢的刷一个几。又来又来又来，没有机会了鸭王。你看小孩这个回避多精准啊。咦呀，还是会有机会的，包总会有的。伊比亚闪亮登场，八七脚两段。那么我们看这边的话是金甲翻护住猴武器，小孩这里有猴子反击梁，加上一个雅典娜，可以说今天晚上小孩是稳稳的要拿下鸭王了。哎，这个超杀，鸭王是想打对方一个收招硬指，但是太慢了，时间上已经慢了几拍了啊，来不及了。没了没了没了，九八五强，九八五强就是所谓的五强，就是克里斯、不知火舞、神乐、大门，对吧？不知火舞，哦，八神，对。鸭王现在投降吧。神仙现在这边已经在骂娘了，阿西阿西阿西吧。哎呀，欢迎我道理穿天猴老铁。好的，还要挣扎，鸭王小孩现在一说放弃吧兄弟，不要挣扎了。哎，有戏吗？你们猜，满血雅典娜面对的是残血的鸭王的 King。 雅典娜来自日本啊，他是中国超人队的队员，那么 King 来自于英国，他其实也不是拳皇原创的角色，他是来自于龙虎之拳里面的角色啊。恭喜小孩守擂成功，你猜对了吗？